那我女儿知道我在戒宵夜，她就不不说妈妈，我要吃有一根米粉，她叫我去吃。她说妈妈，我吃完你帮我吃一点二宝。宝是贴心，然后给你吃。二宝没有，她是故意整的，就是故意让你。人家是贴心呐、啊，对啊。她说那我吃，好好吃。那会像去年吗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因为是跟两个姐姐走。是我的意思，是我们是我们拖累你的意思吗？因为跟两个姐姐走，我身边也避不过她。你可以、oh. 你可以挖深渊挖。一秀你一秀你摸太软摸太软。旁白哥抱抱周星凌戒宵夜反而三餐吃更多，严艺文笑想日本小鲜肉非常有关系。老板，这什么鱼啊？金钟鱼。阳光妹，阳光妹，金钟鱼啦！因为是金钟鱼，所以你不能吃它。对啊，所以就是跟他问好而已。还好有问好啊！由64岁杨贵妹、51岁钟欣凌、45岁严艺文手牵手离家出走、游山玩水的实境秀《老少女奇遇记》节目和主持人都入围了今年金钟奖。哎，为此必要先聊聊红毯战袍。那会像去年吗？陈迪，陈迪，陈迪。因为是跟两个姐姐走，还是我的意思，是我们是我们拖累你的意思吗？因为跟两个姐姐走，我身边也避不过她。你可以挖深渊挖。可和金钟戏剧类典礼主持人钟欣凌稍早这样声明：我们入围就已经很开心了，可以上台得奖是多么荣耀的事情，为什么要让他就激动？但设计好礼服还是不能变胖啊，他开始体态管理。没有刻意减肥，但我被控制是。是我在拍婆婆的时候，就他们只给我早餐、中餐、晚餐，一天不就是三餐吗？啊，不然，王少伟吃8份哎、欸，你真的。然后下午我们会去点珍珠奶茶，或是点什么炸春卷，或是点什么五味什么的。梦姐，你好可怜，你的工作人说你只能喝无糖绿耶。对，可是我现在就是早中晚不吃很多。对，就大家都很棒嘛，因为像我现在工作还跟我讲说，欣姐，欣姐，赶快吃早餐，因为午餐要来了。就是那种，同时的感觉。当我女儿知道我在戒宵夜，她就会说：“妈妈，我要吃有一根米粉。”她叫我去吃，她说：“妈妈，我吃完，你帮我吃一点二宝。”宝是贴心，然后给你吃。二宝没有，他是故意整我，他就是让你们是贴心呐、啊，对啊。他说那我吃，好好吃。哎，老少女第二季野心跨国，10月底将去日本出外景8天。单身的严艺文磨刀霍霍啊。日本人可以吗？可以啊，那就不可以了。对啊，但是我没有打算长久的关系，就是说。没有打算长久啊。日本中年男生都还蛮有味道。我有说到中年的吗？小鲜肉，你是小鲜肉未来跟我们吗？他是要喝多醉了。一秀你，一秀你，摸太软，摸太软。三立娱乐新闻笔记报道。